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的几率有多少？数学不用多好都知道，那个占满我青春所有培育的男孩，他依然闪亮，可是我已经从他的生命消失了。夏天来了，无惧阳光，我喜欢光，你的目光是我的能量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分手之后就不是朋友了。某一刻，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遥远的让人。大家好，我是36号选手林香香。我是追逐着你的眼泪。是怎么样啊？总在孤单时候眺望。早知道他演，我就不去试镜了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逐荒漠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念念你高绝的自由，有的爱像阳光晴。我说我喜欢你。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你就得接受，你得为你的粉丝负责呀。你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他们的期望，他们不希望你谈恋爱，你就没有资格谈恋爱。离开大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。获得2019日本原创文学电影盛典超级风云男演员推荐的是，他是陈情令里的自由少年魏无羡。有些人不是很愿意等他交往回来，现在为你插播一首最新消息，在今天稍早的时候，因为机械故障，一度降落在德国国际机场。虽然已经安全的降落，但仍有乘客轻伤，其他乘客及机组人员都在安全已经死了。我喜欢你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